请讲。感恩台长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我们是去年澳门法会后台跟台长碰面的双胞胎。我们爸爸庞大的庞，智慧的智，强大的强，走了，去世年份是2016年3月2日。你能帮我们看一看他在哪儿吗？你帮他念经了吗？我们没有。妈妈帮他念经不啦？念了。庞志什么？庞志强。庞志强啊。啊，你爸爸是突发事件，走的时候很痛苦。嗯，对，对的。对不对啦？对。志强，彭志强，彭志强。嗯。哎，恭喜你啦！你们爸爸已经在御界天了。谢谢，谢谢台长，谢谢观世音菩萨。他说：“我现在为了让孩子相信，我告诉你们两个小孩子，现在你爸爸告诉我说，你们两个人身上有一个人双胞胎，有一个小孩子身上有一颗很大的痣，哪一个啊？”我鼓掌。现在你相信了吗？相信。相信嘛就好了。你们要学会念经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你们要做好孩子啊。好。好吗？好。啊。就帮妈妈也看一个图腾，行吗？他是66年的马，他生我们的时候脸瘫10年，现在已经好多了，还需要几张小房子。几几年的？66年。属什么？马。啊，你妈妈家里有杀业，就是你的外公啊，家里啊。对，看见吗？你们不鼓掌，我看不动了。谢谢你们，感恩你们。救人要快快乐乐，学佛要开开心心，修心要破迷开悟。学佛并不是苦修。如果你学佛越学越难过，你就要好好的考量，你越学越痛苦，一定是走偏了。学佛要法喜充满。需要多少小房子？你妈妈是吧？嗯。你妈妈要280张。谢谢。你好好的帮你妈妈，叫你妈妈现在吃全素。他已经吃全素了。你们两个呢？半素。半素。什么叫半素啊？初一十五吃素。你知道吗？我问你啊，鸡的爪子像不像小孩子的手啊？像。你吃小孩子的手啊？我问你啊，肉吃到肚子里会粘在你的肠子里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知道。慢慢的烂肠子，懂吗？懂。你们这么小，肠子就不干净啊？你知道你吃什么身上就有什么味道，对不对啊？对。你吃臭的洋葱大蒜，你身上就会洋葱大蒜的味道，对不对啊？对。那你吃臭的肉不放在冰箱马上就臭掉，你说你会不会身上发臭啊？会。那你为什么不吃素啊？吃素多好啊。知道了。听爷爷的话，今天就许愿，两个一起吃素，妈妈身体会越来越好的。你们愿意不愿意吃素来让你妈妈身体好啊？愿意。愿意。好，
台长又度了两个。我们想分享一下。你对着话筒一点。我们想要分享一下。讲吧。感谢吴家燕师兄把我们送进少体校，同时也感谢很多同修一直在帮助我们。最后请台长加持我们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谢谢。台长已经加持你们了。不加持了，不加持话都讲不清楚，不加持现在会想到吃素的。好了，三个吃素的下去了。